你，就让我们用最最最最热烈，来自咱们多伦多，代表我们多伦多队伍林峰的支持的铁粉们，用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官方老师，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作为金牌主播这个背后的成长之路，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能文能武收放自如的这样的一位金牌主持人。那么下面我们的掌声在哪里啊？欢迎欢迎我们的官方老师。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开心啊！这是我第三次走进多伦多，这次特别特别的开心，两个方面的原因啊，一个呢是这个季节我没来过，我想感受一下多伦多的冬天。稍微有一点遗憾，没见到雪。另外一层特别开心的是，这个我们的主办方特别安排了这样一场和大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。其实我是，与其说我是在做分享，不如说是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交流和我的学习。非常非常感谢我的朋友 Patrick 啊，给安排的这样的一个难得的和大家交流学习的机会。我呢刚才含笑呢介绍了那么多啊，其实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主持人。那他刚才说到了一点，前不久在天津举行的中国电视60年金牌主播60人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呢，邀请了这个庞小薇大师为这6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视历史上的60位所谓的金牌主播呢，一一拍下了这样一个摄影照片。现在呢这些照片60张照片呢都在天津进行展览，下一站是在河南的郑州。很荣幸呢我能够再列苗条身材，往中间，看到没有？看得到镜头，所有人都能看到镜头。